大家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 Vivian Lindsay， 我今年34岁，我有两个小孩，一个女孩跟一个男孩，我有一个哥哥跟一个妹妹，我的身高157公分，我的体重56公斤，我离婚了，我读书考中，我在印尼来，我的信仰回家，我不吃猪肉，可是我会煮猪肉，我不发高，我曾经在台湾5年做家事，我会照顾小孩，我会照顾老人，我也会做家事。我要去香港工作赚钱，给我的小孩读书。